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天津金门荣耀对阵福建梦幻风华正茂的第四局比赛。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 B 桌的第一副底牌8K2。韦家会带一分吗？哎呦，8K2给韦家补的相当不错呀。上来就是一个不同方位。还拍对三啊。过对八就洗牌，8K2，给首家一分也打赢。他想过，但我想过尖，他想过尖见二直接洗牌。对，反正我不防炸是吧？哎呦，挺难受。这尖二真难受。嗯，那现在你不能冲啊，只能让啊。好，一让对子就来了，就舒服了。哎呦，这个时候有点慌，大家万一再来个九道尖爆一了，你说这多难受。好，过对八洗牌。这就放心了，这安全了。那这样的话，蓝队先得一分了。要分分支不同产生的分差。头先叫两分啊，叫的有点高啊。看看韦家金西带不带啊。两分又是不同方位，头家叫起来应该很难赢。352，看看金西能不能打赢啊。头家两分没打赢啊。还是不是得开单十啊？哎，真是难。4-8你回到十道尖儿。4-8我觉得是真不好。有3-8的变化啊。关键是你就是回到十道尖，你自己低点，你把自己的牌给暴露了。给暴露了。除非想见到十道尖，然后除非这种想法。然后过勾 K 尖儿，能见到十道尖是吧？最后以对子为突破口是吧？哎，果然还真见到十道尖儿。下家一动对就无解了，没招了，打不赢。这手应该是不动，下家对九他应该会粘对十。对，然后对尖儿的话，他有可能会粘。